辆 Suzuki JB47 的 transfer case， 一切的过程我都会录下，而且车主也在这里帮我，然后帮助我看我一起做，所以我就会拍下整个过程。这一款 Suzuki 的车呢，它的 transfer case 本身就会有一点小问题，就会比较容易有声音，这个 transfer case， 所以今天我要把这整粒 transfer case 拆下来做 overhaul， 换完它所有的 bearing。 车主已经跟我在一起帮助我修车的时候，他是 James， 所以他今天就会帮助我。所以这个就是等一下我们装下去的，这些 bearing 已经买好了，首先就要把这个先拆掉，里面有一个螺丝。首先我已经拆掉这个壳，里面有一个螺丝，它是一个 Allen key 5号来的。在这里简单讲解一下，就是这一条链它本身这个创造就不是那么好，因为它是有一些松位的，然后我是有要用这条链，然后必须要做好记录，你装回去的时候是不可以
调转来装，若不是会造成有更大的噪音。这条链不好的地方就是在于，你看这个链，它是没有一个顶住它固定的一个 tension 来顶住。如果这条链开始松的话，就会因为这一个而造成有这个链的声音。在这条链中间呢，它有一个构造，就是一个好像弹簧的东西，把这条链顶着紧紧。如果这条链呢，这个弹簧的东西松了之后，这个链就会很轻易的晃动，就会变成打到旁边，造成有这个链的声音。在拿这两个脚出来之前，它是有一定的位置才能够拿出的，因为这两个 shaft 中间它是有一个铁柱来顶住的，不要让它随意的掉出来，所以必须要找到它的位置才会容易拿出来。非常的讲究，这一些牙齿是不可以掉反的，如果掉反了，在进牙的时候就会造成一些的不顺，还有 会有可能会造成更多的杂音出来，所以必须要做好记号，不可以掉转。已经把所有的这一个 bearing 已经换上去了之后，我们已经要开始装我们的这一个 transfer case 回去。然后这一整个过程中呢， James 是一个非常细心很干净的一个人，所以我在这一个过程中能够在他的身上学到
很多这些细节啊，细心，所有的东西都要把它做得最好。因为他是一位维修飞机引擎的工程师，所以在他的心里是完全不可以有任何的失误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得最好最干净。在他的职位上，他是担任更重大的一个责任，因为他照顾的这个引擎是在上百人的一辆飞机，而我只不过是照顾在车上的这几位乘客安全，他却是一整辆的飞机安全，一起飞就要安全的到达目的地，所以他的责任心和细心细节会比我来的更多更多，所以这一次在他的身上我真的学习了太多太多。
所以呢，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了。很感谢这位车主能够让我拍整个过程和他一起工作的过程，然后他的人也是一个很 nice 的人，所以就是很感谢啊。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朋友，记得按赞、分享还有订阅哦。我们下一集见，拜拜。